安播篮球快讯，湖人新援词。普林斯近日接受了采访，他表示自己的防守好适合教练下武的执教风格。我认为这个是完美的适配。T 普林斯说，这个都是我的心态，为防守感到该傲。不单只是防守场上最好的球员，而是任何人。我觉得自己能够在夏姆的战术体系当中发挥作用。我对新赛季充满期待。上赛季季后赛 ,T, 普林斯代表木狼出战了五场比赛。均场得到 7.8 分同 1.4 个篮板。想紧贴住 NBA 资讯，快啲 follow 我哋 Facebook,subscribe 埋我哋嘅 channel 啦。